是这个胡玉堂胡分析师在现场告诉大家，好好的盘，好好的板盘，有被破局吗？今天怎么看？ 好好的，凯明哥为什么没有大家好？因为像第一个，我觉得，先不用太过悲观，用破局来看，因为毕竟昨天跟前天的那两根下影线哦，对于台股已经有初步性上止跌回稳的味道啊。当然，我昨天有谈到，还不至于构成反攻，但是我们可以有初步落底的一个讯号去做一个解读，这是第一点啊。也许你说花点时间在这个地方再整理，在下周是有可能。那回到内容来看，其实今天很明显，我觉得就是资金去找 一些跌升股去找出路哈，因为你看今天的航运的一个反弹哦，那你说这个巴拿运河的塞港其实不是新闻，是旧闻了，但是前几天消息出来，其实也都没有涨到，那我觉得货柜散装，尤其散装是最受惠，当然今天先攻货柜也有带起来，那很明显这两个族群，其实 找几张指标股，望海、阳明或者像裕民等等，都是属于基期特别低的。所以我的解读是这样，就是今天 AI 股休息哦，短线有些资金转进到这些航运。当然，我觉得比较适合做一个当冲的强短啊，因为下周能不能够续强，我觉得先打一个问号，因为常常航运最近就是有时候就是这个。 你说 AI 人气退上嘛，哦，资金转到这些个股，涨一天隔天做休息。那今天很多跌升的 AI 股，拉回比较深的，到底可不可以接？甚至接下来怎么去做？我觉得投资人最想知道的。比如说这个人气股的伟创，那过去我有谈到，我觉得 AI 股我大概分两块，就是说这一波破线转弱比较弱势的，类似像伟创，因为它的月线一直站不回。我在过去也谈到。 你如果在选择的一个类股身上的话，类似像伟创这种破月线一直站不回的，我一直谈到就是反弹你要买哦，就是这个是不宜拉回去买的，因为它的一个走势比较弱。因为你看同样是比较强势的，像二三八二的广达，我们之前也谈到嘛，如果你要挑的话，可能挑这种形态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维持在多方架构的。第一个，你看广达它本周是还有过高哦，即便今天的拉回比较深哦，它的月线都没有跌破哦。如果啦哦，如果说你真的两档要我选哦，或者像是人保也可以纳进来看，类似像人保这一种形态比较强势的，第一个我倒认为，拉回来站在买方选这一种，我觉得会比较好，因为同样都是在今天下杀的话。 甚至你看他们旗下的小金鸡也是一样，吼，这个我们之前谈到像是这个3306的顶天嘛，吼，跟广达一起供车用 AI 的，我们谈到有时候这些中小股本集团旗下的小金鸡，有时候动起来比较活泼，甚至筹码比较轻，哦，那个市场买盘一锁定，你看今天这种盘，它涨停锁止都没有打开，好，这三天前我们有谈到，那人保集团旗下的可能就看到2312的金宝，哦，因为金宝在之前法说有谈到嘛，来自于 这个中东客户的一个订单，尤其在伺服器的部分，这个接单是蛮乐观的哦。因为它有谈到，因为2030嘛，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有个愿景计划，那这个部分的一个商机哦，应该是蛮大的哦。因为传闻啊，市场这些中东的这些大国的买气啊，在这个 AI 相关的产品啊，是持续性的一个拉货。所以以金宝来讲，最近外资也在买，这10个交易日买了 2.56万张哦，也可以去留意。 那再来就 PCB，那 PCB 里面这一波最强的大概就是金相电了哦，因为投信持续买，虽然看到外资在卖，跟投信对做的很明显，但是看起来投信加上内资的力拱，金相电的股价又在创高了，所以同样的像是也有这个 AI 加车用题材的 PCB 版的3044的见顶哦，大概这一个月投信几乎天天买哦，也没有中断过，你看见顶的股价从121冲上来。 那比较委屈一点的，我觉得可以看一下8155的博智。其实博智过去它就是主攻伺服器板市场，大概在它6到7成的营收。那在日前，法说也有谈到嘛，在 AI 伺服器这一块，AI 的产品占它伺服器营收的一个占比例，到第四季的话，有机会来到6到7成。我觉得它算是在伺服器板当中 AI 伺服器板当中纯度最高的，只是因为这一波的下跌来自于一则 新闻就是先前美超伟有谈到嘛，因为没有货可以出，因为美超伟是他的大客户，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叫吊单，这个是出货递延，所以他之前有谈到可能是递延到第四季出货。那这个部分就很像之前的创意一样，法说谈到嘛，下半年的营收营运状况稍微有点下修，股价就出现一个尖头反转。那我觉得博智比较委屈的就在这哦，就是公司比较老实啊，我就跟你讲，这个订单是递延，但是不是不见哦，所以我觉得来到这个位置去整个 PCB 板有点向上比较效应的情况之下。
还是可以比较乐观去看。那再来就是 CoWoS， 因为AI 的一个制程受惠的就是在 CoWoS 的一个部分。那这种所谓堆叠性的封装，第一个设备厂是看星云，那星云当然它是属于比较强势形态的，因为六月份就开始起涨，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月线没有跌破，所以就是我刚才谈到上升轨道嘛，它都没有跌破，它还是属于可以持续偏多去看。再来这个2486的一拳，这个均热片的一个厂商，应该是下半年我觉得也算是黑马股之一，因为它在法说也谈到嘛，CoWoS 的一个相关运用，因为 AI 的晶片效能比过去更强，而且用采用这种堆叠封装，均热片的面积的需求会比过去成长三倍。那光是这成长三倍，再加上它在 CoWoS 的一个出货的一个营收占比，已经来到它全年营收将近快要三成以上，所以已经慢慢的整个获利的结构毛利率开始转加，他也谈到下半年相关的这个 CoWoS 的这个均热片的一个出货应该会有双位数的一个成长，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股价它也是很标准，守在短中长期均线月线季线之上，那配合营收的一个走高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股价上还是有偏多去看的一个条件。所以刚刚谈到 AI 股，我觉得是要用形态上的强弱去做一个区隔，就是说已经有见到一个比较跌破上升轨道弯头向下的个股，不宜做低阶，反而形态比较偏多的原则上拉回我都认为还是可以站在买方。好，的确在这里我们先看哪些形态比较偏多，今天在盘中大震没有受影响太多，刚刚看到金相电买单有拉高回平盘，所以呢创高拉回，就算拉回也抗跌啊，这样的情况，金相电持股可以在拉回当中，再找买点吗？它如果是目前这几档涨多拉回股当中比较抗跌的话啊，特别是金相电，那可以续报吗？特别讲可以续报吗？那我们同样也看到电影投控也是一路很抗跌，虽然早上呢有点震荡，但是平盘支撑41.55块。电影的部分跟金相电的部分是。创高有拉回，拉回可以找买点的吗？如果以到现在一点多来看，还是守在平盘的话，算不算强了？我觉得真的非常强，尤其电影同控这个投信的买盘最近进来，尤其它之前很牛，一直不动，当然它比较偏于是汽车版的一个部分。那这几天突然投信跳进来之后，你看那日 K 连三红上去了，加上今天这样的下影线。第一个持有者续报我认为绝对是没问题，那空手者我认为酌量卡位一点是 OK 的因为尾盘又有这样的买盘做拉升，看起来这个多方攻击的企图性相当强，尤其这一波 PCB 当然因为 PCB 很广啦，说从上游的这个像是台光电已经这一波先冲了，然后 PCB 里面又分为网通版跟车用版，那车用版其实也都不错，像电影跟进鹏财报缴出来成绩不错，形态都纷纷转强，甚至像2402的溢价，我们过去有谈到。当然，在车用板看这三个，那AI 版的这个伺服器的运用，当然金相电也是这一波投信最具指标性的。那另外就是刚刚谈到的，像是建鼎，甚至像博智。原则上，我觉得像 PCB，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刚刚扫了这一些，不管从上游，甚至 HDI 或者车用的一个部分一档一档都是走高的话，那代表说这个族群的。买气它是相对是强的，所以操作的心态第一个可以比较偏多，所以我觉得像刚刚谈到电影投控也好，续报没问题，要加码，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它还是属于强势股是 OK 的。那其他的像金相电的部分，既然投信还在买，这个股价其实以今天来讲，它目前还能守稳于平盘的话，那代表说多方的一个。企图性很强，原则上我觉得续报都是没问题。好，刚刚看到这两档，一个是电影投控，一个是金相电，算续报强股，因为刚刚呢又有在拉高了特别是金相电力守平盘，那电影投控一路都守在平盘之上的表现今天是还留这个创高后留下影线的。那个股当中呢，我们这个时候看到这一点钟过后又有多单反扑吗？又有多头反扑的味道吗？你看伟创又拉高了，抬头了广达也出现了拉高抬头了，还回到了半根跌停板以内，系统也在拉高中它今天算抗跌，创高拉回抗跌，还有人保、英业达、金相电人保、英业达、金相电分时图，刚刚看到比较明显都是有买单敲进的。现在的2421的建准也出现拉高所以也是尾盘一点钟过后，有一点的多头想要反扑的味道。
智元也出现跌幅收敛哦，从跌停到打开，现在分时图都看分时图哦，这一点钟过后的变化蛮明显的，这时候的拉高跌幅有在缩小中哦。刚刚看到这几档个股是目前呢有在多头反扑的个股，一点钟以后哦，特别留意。除了金像电、定影投控之外，今天其实还有两档个股早盘都很顽强的哦，那就是友讯跟行程。友讯跟行程都很顽强的抗跌，这两档个股来看看股价的部分也是在本周啊又有转强表现，都是本周才转强连四红的，所以呢这算是强势顽强抗跌股，到底能不能抱股安稳睡啊？刚刚讲到的友讯跟行程这两档也请教这个玉堂。我们先从这个行程机壳股来看哦，我觉得爆股过周末原则上没问题，而且可以安稳一点，因为机壳这一块其实最具指标性，我们谈清晨之前先看3693银邦，因为银邦这一波是完全没有跟着 AI 股跌，甚至在今天它还能写下高565，因为我们这有谈到嘛，营收财报能够先获利出来好成绩的这些 AI 概念股 AI 的受惠股，自然而然它的抗跌性更强，因为这个银邦第二季的 EPS 跟七月营收都很好，所以另外同样也是品牌厂的勤诚，其实第二季的获利不错，因为第一季只有 0.2， 结果第二季一跳了2块，好，然后前一波当然有一点点受到 AI 的乱流影响，不过我们过去谈到嘛，去观察它的月线的一个位置，好，那这几天这个再度收复月线的一个支撑区，你可以看到勤诚的一个部分已经是转为一个算是就是休息在攻的一个态势。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谈到的3325的续品，因为同样也是走伺服器机壳，而且他在法说也谈到来自于光宝科的合作订单，甚至切入到这个 VC 水冷散热的一个领域的一个部分哦，整块的毛利率跟订单也是蛮强的。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均线，其实我们刚刚扫了这三家机壳股，跟我们刚刚聊到 PCB 很像，因为都很整齐，所以你看像讯品来讲，第二季的一个获利也是呈现大爆冲哦，因为过去是亏损，结果第二季缴出来 0.63 哦，扭转过去连几季的一个亏损，所以我觉得在机壳股当中啊，既然刚刚扫到这一些，其实整个形态上都是维持偏多的话，那我觉得持股上你不用太担心，因为整个族群的一个买气都是相当强的话，那这在这个部分来讲，我觉得都还是有持续性，就是呢我们常讲的互相向上拉抬的一个比价效应存在，好，所以我觉得操作的部分还是可以比较偏多去看。刚看到建准股价呢在拉高中，现在呢也见到有很多都是属于刚刚尤其是早上有一度压低的个股出现了买单，尤其是尾盘的时候呢多头的反扑，我们看到建准、智元、伟创、广达、系统、人保、英业达、金像电，所以呢都在一点钟后见低，有见到买单敲进在拉高的，刚刚还有光宝科，还有光宝科也见到买单的敲进，现在看分时图比较明显，它现在几乎是回往平盘靠近了，往平盘靠近，好，这些都是呢今天在早盘大震荡压低，但是呢现在尾盘一点钟后买单敲进，这15分钟之内呢台股有比较大的变化，指数也出现收跌停，收跌的收敛，目前下跌100点左右，刚刚看到跌幅有收敛，来到16411点，应该是把五日线又给站回来了，因为站回到16400点的位置点，来看是不是可以收复回五日均线以上。好，那另外今天这个族群也请教这个玉堂了，航运股早上一早到现在航运股都很抗跌，尤其是运价真的有走高，运价有在走高，而且早上抗跌并没有在盘中有太大的一个修正压跌，那散装轮更强一点，散装轮涨停板还有四档，裕民、新兴、四维航跟中航还可以涨停锁住，好，航运股了，跌升的反弹捡便宜真的有波段的空间吗？特别说到是在今天也许是周末的这个资金避风港，但是呢现在去切入捡便宜，下礼拜有它的表态空间吗？重点是有没有波段空间，怕今天买你下周休息又卡住了，这钱又卡住了怎么办？到底今天要不要卡位航运股？好，我觉得空手的就不急了，因为我开始有谈到，我觉得比较像是有点AI 股休息然后一些跌升股在这个地方串场做接棒，那毕竟因为散装这一波是最有直接受惠，因为在这个谷物的运输包含运河的一个塞港，那最近
本周的弹势比较高，但是我们要去想一点哦，在中国大陆这个房产的一个像碧桂园事件的一个延烧，毕竟他们是原物料需求大国哦，那如果他们的一个房地产事件比较严重之际，我觉得对原物料的一个需求，甚至是你说未来 BDI 的一个走势上，我觉得可能会比较中性去解读，所以我觉得短线上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刚刚聊到的，有极短线上所谓的这个巴拿马运河的塞港题材，第二个再加上。位置点真的非常非常低，因为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塞港不是新闻，前几天就出来了，只是整装航运没什么反应，因为市场还在封 AI， 只是今天刚好 AI 休息，然后资金就是转到这些跌升的航运股，那我觉得空手的不追，因为我比较担心这个下周资金又回到 AI 或者是说这种航运股的跌升反弹，只是很多隔日冲短线资金的话，你如果空手的其实不用急，你说下周再去观察，我觉得要买都可以，因为这位置点很低，你不用怕说啊下礼拜我再买会不会买太高，你今天去追这涨停没有意义嘛，或者是说涨了七八八，你反而如果是真的好，这个航运的资金有机会再吸金的话，而且他们都修正这么深，位置这么低，你等下周再进场，我觉得都还来得及，都还有买点，所以不必急着在这个周末假日去卡位今天比较强涨的航运类股身上。那货柜人我觉得可能就更为保守一点，因为毕竟货柜人在这个财报目前第二季看到都知道很明显，就是你看这个阳明已经转亏了，这个就是我们过去谈到景气循环，那真的这个地方没有在支撑他们在做一个强涨的条件，最好的情况就是筑底，你说要大幅反弹真的已经非常非常难，因为已经回去过去航运就是正常的一个情况了，你想想这个过去正常情况的这个货柜航运的股价，那时候的市况就是那个价位，除非有再更意外的事情涨成，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个货柜运的一个部分可能还是比较保守去看。